所周知，跨年最劲爆的新闻不是哪家收视率，也不是谁家请的明星大腕最多，而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李小璐，成为2017年末2018年初最劲爆的人物了。那么请看当初主委是怎么爆料白百合一纸谈的。一，主委要爆料的这一家三口是女儿，可是陈羽凡与白百合的是个儿子，而贾乃亮与李小璐的才是女儿，心疼甜心一秒。二，我们来比对一下，仔细的看看，对，就是头发的颜色。为什么主委把漫画中的女方头发颜色画得那么明显？因为就是告诉我们她平时的头发就是黄颜色。好事剧可以百度去看看，白百合的头发通常都是黑色，李小璐的头发通常都是黄色的，就这两点 90% 可以肯定，当初主委爆料的很可能就李小璐。虽说一直谈白百合替李小璐背了这么久的锅，但谁说各自不是心知肚明，各自看各自不是顺眼，但其实都是好姐妹，因为志趣相投，主委每次的爆料都会正中靶心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白百合，上一次我帮你扛，这次你好自为之吧。